Get it！ 掐贼。啊，今日是真欢喜，迄个拜托提一个 PowerPoint。安怎？安怎？真欢喜，要甲你大家讲一个好消息。有什么好消息？咱这就是好消息，要甲世界本土台湾人一个报告。报告什么？咱伫台湾啊本土内底。已经啊，已经有一个新啊三重埔的啊，咱的办事处啊，这个三重埔的办事处啦，是咱新德州州长，咱请伊来换号。大家认识一下，咱大家加鼓励一下，因为安怎报这个好消息？啊，那屏东来，啊，台南来，新竹来，啊，是台北的，家人的，啊，那坐火车到台北，啊，就坐捷运，啊，就到位啊，安尼。有好的场所啊，无啊？啊，咱来请伊来，甲咱简单介绍一下吼。啊，予全世界本土台湾人，若有来甲台啊台湾，找一个时间去遐看看，因遐的遐海报啊，我感觉足好，但是无翕出来啦，以后。我会阁补充遮个资料，予咱本土台湾人伫世界各地，若看到这消息，落台湾就爱来遐一抓，安尼你才袂了即个飞机票啦。等下台湾无来甲台湾啊政府，咱是台湾民政府啊。美国叫咱去改啊，台湾政府，所以咱把招牌把挂出来，予大家搁较清楚。啊，来，咱来请啊，姚州长啊，甲咱介绍一下吼。好，谢谢姚长，予我一个机会。啊，恁早起早起已经上过我的课，想讲这个人奈搁走出来。哦啊、我简单讲吼，我算很幸运啦吼，因为1月2号，美国正式甲咱通知讲，会使甲台湾民政府升格成为台湾政府的时候呢，阮迄阵已经要来穿这间办公室啊，这间办公室，阮咧做。决策的时阵也非常的快。那大概阮决定了后，开始租着厝了后，开始决定甲租着厝，前后两礼拜。租着迄个签约一签完不到十天，我会记得是拜四啊拜五，啊无甲十天，差不多八天九天尔。我就把这个做起来。啊，上大，我感觉最大的意义就是讲，过去总理、秘书长啊、议长，因大家打拼几啊冬，啊，上大意义就讲，到今天这个成果看出来的，
啊，大家拢咧享受这个成果，所以我要创这个办公室时阵，我嘛请示讲，啊，咱中央这几位，吼，咱的大家长，因讲，诶，会使，咱就爱来挂台湾政府，所以呢，招牌呢，我就甲创，诶，台湾政府，诶 ，PowerPoint， 换顶冠迄张，嘿。诶，个头前有台湾政府一张，诶，对，这吼，这个牌啊，我就甲挂起哩啊。啊，这边够一支牌啊，伫遮，哦，是那个横也凸出来的招牌，嘿，凸出来的招牌。啊，这支条啊边啊，我嘛有一些海报设计在这边。我这个照片吼，看。大大一点，个大大，不要紧啊！对，行，哦，所以今天吧，啊，这就是迄、那个台北重新路五段五号，525号，525号，啊，那边车流量非常的多，嘿，啊，办公室内底吼，大大，啊，阮这拢挂旗啊，这海军陆战队旗、美国旗、哦，民政府旗啊，迄、那个。军事占领旗，民政府的旗在最那边，车哪位那边过来哈？那边车足多，啊，叫日本旗。我那规个，你那去到遐很清楚，很好找。嘿嘿，哦，规个给挂起来，很漂亮，我们看的都很喜欢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好，啊，这边都是捷运站出口，啊，港这边嘛有捷运站，这是先社工的捷运站出口。一号出口，哈、哦，一号先社工，辅大县的先社工，先社工，哎，大家安尼读啊。一号出口右转，加咯30步，啊、哦，那个地点非常的好，车流量非常的多，哈、哦，哎，阿文，你的办公室里面呢有。我们有弄一些海报，然后用亚克力哈，甲钉起来，甲做钉，啊，看起来真水，真高级。啊，其实咱台湾政府本来就足高级啊，哈，啊，看起来真水。啊，其实我们在这些，咱在工程哈，短时间完成哈。说真的，我要谢谢我们的团队，哦，很多人名字一下子念不完，啊，其实我真的要谢谢他们，大概哈，我无闲啊，去遐看吼，因拢家己咧斗电火，家己揪线，穿拍铁啊裤，伫遐揪线，啊手安尼创啊大拉拉撒撒，伫遐咧揪线，无人讲一句话，所以阮足感动诶。啊，昨副议长咧介绍时阵嘛咧，遐遐咧目屎，啊我嘛足激动诶。但是我讲吼，搁较艰苦拢袂要紧，但是阮酒店绝对袂使目屎连落来，吼、哦，因为这是非常有意义、很有代表性的，吼、哦，安尼大家谢谢。安尼台有欢喜无？啊，世界本土台湾人讲，那来台湾，你一定爱来三重市这个啊办事处啊参观啦、啊。安尼你才有这个价值。啊，咱的朋友啊，我爱甲咱的亲戚讲。本住伫台湾的本土台湾人，若爱来遮参观，伊遐的文献，我做了足好啦。安尼，大家足欢喜嘛吼。好，安尼我这方面甲好的消息，啊，我临时啊想到啊，准备一些。简单的部分吼，可能有较冲突吼，啊，无讲内底的文献啊，先甲大家介绍，啊，互啊，搁大家搁较了解，啊，安尼就是要引大家来参观啦，来遮参观啦，啊，即摆所以我要甲大家拜托啊，大家有信心啊无啊？你看。Google 的
地图，都甲咱介绍了足清楚，才甲你砍一块坟，啊，这个所在甲你安全保障。搁甲咱通知啦，啊，搁叫人去，啊，咱搁啊，看到转来，啊，搁看到转来，啊，搁敢该甲咱通知，已经甲咱通知，啊，咱也申请啊，甲咱啊通知讲啊，咱台湾民政府啊，会使该。台湾政府啦，这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上欢喜吼！安尼，这就是甲大家讲来遮三天的艰苦，大家有要过来参加国旗班啊无啊？啊，当时大家唔知知影无？我来看。多一个知影咱后期国际班什么时阵开的？我来请你来讲一下。二月当时啊，二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安尼我甲大家讲，在。这个代志联想起来，希望可以报完好不？安尼，咱爱特别去甲咱的亲戚朋友，搁叫伊来。以前对咱的论述、论述无了解的，你拢一个一个去甲通知，叫伊来受训，啊无就叫伊来办台湾身份证。这啊，咱这个场所啦，咱这个场所啦。是咧办什么？办台湾身份证啦！台北区的人，哪会使来这办啊？哦，啊，都捷运，啊，我足方便啦，30步就到啊。有诶讲啊，等唔知要去台办，安尼我要去做宣传，我足方便咧。啊来。先设公站，走30步，第一个出口，第一个出口，走30步，就会使来办身份证啊！安尼有方便无？足方便，好。啊，阁刷来，要甲大家介绍讲，咱啊。民政府啊，有三个主张啊，咱这三个主张，唔知大家清楚无？第一，咱要啊遵守啊国际法，吼、哦，啊咱内底是啊。包括《万国公法》、啊个《战争法》、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等啊，一条约，这那是爱好大家知呀。吼、哦，咱的主张是啥物？咱是啊，遵守国际法。第二点，咱无使用暴力。必须有定咧，甲咱讲一张纸、一支笔，啊，就要请因早日啦去啥金门妈祖啦，迄是因的土地啦。
啊，无就美国甲中国安排好啊，平潭岛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即就咱无要使用暴力，啊，要叫因较紧的，吼、哦，结束。啊，美国哪会通知咱去改台湾政府？哎、欸，以前啊。美国国防部长啊，十月七日啊，送咱一支旗啊，诶，海军陆战队一旗，咱去想看卖咧，较早啦，旗若到，军就到，唔知咱这个军诶观念啊无，这旗啊呐，举伫头前咧行。后壁军队就来，这个甲咱讲啥？伊讲啊，如你所愿啦、啊。安尼，咱也是讲，咱都无要使用暴力啊！啊，拜托因来甲咱赶回去啊！哦，过来，咱啊！对啊，中国的诶、这个殖民的政权啊，咱不合作啊，也不配合。我那是差不多几个月前才知影讲，真正咱摕迄张车轮牌的要做迄个身份证，讲安怎写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，大家去。天起来看卖，是不是下国民身份证？您就不是公民，您这投票投什么意思？他去跟人讲，我们公民才可以投票。啊，切下的是安尼，做的是安尼，拢在骗呐。大行都骗，咱也无较仔细的，拢真正骗甲戆戆啊！唔知啊，你真正是安尼呢？徛伫台顶讲的人，一款话下骹在做的乱七八糟，讲啊，拢爱遵照法令哦，啊，上面顶的依法行政。常常也听到，啊，家己咧违法，甲我较关系，我即马大学内底的教授研究会，啊，有啥物？啥物讲贪污啦？迄个做啥？迄个伪等于是报假账啦。真正，哎、欸，啊，教授，大家读册啦，读啊足济咧，啊，要教什么学生？真正实在了然。啊，因所教的教授，拢咧教因讲，哎、欸，爱来做介绍，啊，爱来这个做研究会，安怎来甲报销？安尼干掉。莫怪讲，外国读册转来，中小学都爱考试取得这个教师，大学唔是啦，伊都是党部介绍的。来，哦，你是美国哪一个大学啊？可以，因为关系啦，所以大专院校的教师。70%-80%拢是因的人嘛，因用这个关系入来。啊，我伫大专院校咧做老师，我若为做到滴滴做，做甲教授、甲讲座教授啦，已经到顶点了啦。啊，这咱迄阵啊。那是一步一卡印直直行起，
我未甲学生讲，恁来做介绍。我研究迄个爆炸，都是实实在在。即马讲要安怎改法啦？会计法要改啦，为着即几个讲，可能遮有摕到研究经费，遮大学内底的教授啊，拢是一定要白啊啦，啊无，那要改法来解脱伊呢？迄个要做犯法的认证，犯法的证据。安尼，这是一个什么国家？哦，犯法啦！大家来联合啊，来改改咧。啊，那以前遐去用判刑的遐要安怎清算？所以吼、哦，这要予大家去思考这点吼、哦。莫怪讲，咱无要甲伊配合，拢无爱去投票，啊，予伊较早结束咧。吼、哦、啊，因为剩的时间啊。我在想讲，咱的总理，我有真济代志要来甲人沟通吼。啊，我在想秘书长啊，留时间出来啊，我啊讲我的心声，予大家了解。这个流氓政府，若无早日甲赶走，唔知阁要变什么空，伊都。因这个物，因这个人有代志，都来修法啦，甲解决啦。啊，若是你不妥台湾人，也是无听话，唔是因个要白啊，想胖想空，要甲你处罚。啊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咱总理听，咱甲鼓掌一下。啊，请伊啊来甲咱补充吼，也是来甲咱啊指导啦吼。咱足难得，足难得，咱有这个总理吼。啊，来，请，感谢啦。好，啊，即马时间怎啊到吼，总理。感谢大家。啊，大家起立，甲咱议长敬一个礼者，来，起立，起立。请坐。我本来想讲，我应该好好休困。哦，这礼拜有够忝啦。啊，逐工都有代志，会使透早啊，就去这个，阮有一个所在，阮这个实践家专啦吼，是食东面的创立的嘛。啊，阮是二水人，啊二水人伫台北就成立一个东洋会，上早期是二水。李北的同学会啦，我嘛做过同学会会长，然后创一个同乡会，现时是这个同乡会会长是我小学的副班长，我是班长。啊，伊打电话来讲，今仔日吼，这个十三迄天吼，早时啊，咱要伫这个实践家班吼，要大家同乡会要来团拜，啊，你敢无爱来讲两句啊话？啊，所以我早我就到位，啊，甲大家会会咧，啊，讲几句啊话安尼，啊，才赶来。哇、哦！这礼拜大家拢有节目，也较无闲。啊，我要请问大家，两暝三更，大家有感觉讲有心得无？有收获无？哎，我相信有，因为我看过凯达格兰大道的课程，啊嘛看过李登辉学校的课程。上早期是李登辉学校。你另外学校咧办这个，那像咱这款的讲习营、讲习营呢？啊，我们就收到报名单，啊，讲叫我去上课。啊，我怎啊摕到一个学长看？无人啊，你甲我看者。啊，你另外讲叫我去上课呢？有你也着去，你第几个啊？1970年8月7日开始，我就替你另外做助理。伊讲这应该要请你去讲，唔是请你去上课。结果拢无请我去讲，我也无去，我未上过课安尼。哦，不过真济李登辉学校的学生，到尾拢知道，因为我早期就对李登辉拢称我为学长。
哦，啊，凯达格兰学校咧办的时阵，嘛，我就是学生来讲，老师你给他推荐，哦，啊，我要来遐上课呢，特别是啊，民进党执政迄个阶段，哦，啊，我看的课程拢无咱的丰富，咱足丰富的，咱的物件吼，真正是可操作性，英文叫做 feasibility， 会实现的物件，咱像咱。有请一挂农业专家来讲，尤其农业，吼、哦，像路易斯的皮尔，迄、那个华裔加拿大人，迄、那个，卡在 HP 的迄个总裁，啊，加咱五什么河吼，诶、哦，伊、欸、迄是台大诶农学院的教授，伊是咱台湾这里有机农业的 pioneer， 吼、哦，先驱者安尼，阿龙来遮现身说法，啊，咱将来嘛希望继续来请一挂。农业专家来这里所来跟咱演讲，因为咱是要落实咱的主张，就是讲要恢复咱农村经济繁荣繁荣，吼、哦，让咱的农民会当过好的日子。农民啊，过好的日子，农村经济那当真正繁荣繁荣的时阵，咱的文化根才有着力点呐、啊。那无。因为工商化了，咱看这几十年的工业化，用的水产品是代表脏跟乱，然后失去文化根，哦，这不是咱要爱。咱希望讲回到原始的自然的农业，生产出来物件是真清气的米，和咱大家来吃，吃了拢真健康，国民真健康，思想文化嘛拢真健康。自然，咱这个社会就蒸蒸向荣，咱才会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，清清气气的社会。大家生活在这个所在是非常的幸福。咱就是在描绘这个环境、这个愿景、这个飞行。但是我希望在座各位，将来是咱台湾民政府，是台湾政府的精英甲先进，是要来领导咱所有的本土大人来做这个建设。咱都要了解这个愿景的重要性。每一个人把这个愿景啊，这个飞行放在咱的脑海里底，时时刻刻来勉励家己，把这个责任打起来。哦、所以咱啊一再强调，对台湾政府、对台湾这个土地，爱绝对的忠心，爱绝对的讲究咱的纪律，爱绝对的守法。那无守法。那是你的作业中间，你那是贪污腐化、判刑有罪，就是枪毙；其他的小小的犯罪，拢是变形。哦，所以啊，咱希望透过这款呢，真严格的考验、真严格的规定，和咱每一个人精神拢振奋起来。讲话讲，这是有道理的，这是正确的，要来维护咱的社会正义，和咱台湾会当跟澳洲、美国同款。哦，这是咱真大的愿望。我吼头先咧想讲，所以我要讲啥物？因为吼，咱秘书长讲足侪法律文书的物件，讲足侪咱台湾的未来安怎。然后咱局长嘛，甲咱一再勉励足侪鼓励话。我咧想讲，咱回首来时路，一路行来坎坎坷坷，是安怎来安尼？哦。我还记得小学的时阵，常常听你阮阿姊吼，因咧读册，迄、那个课本内底，你讲李希福啊，建设这个咱的苏伊士运河的时，因伊描绘一个愿景，但是之后咧，迄、那个愿景并无讲马上实现工人的愿望，就是讲工人无多得到工资，啊，结果过那个月都无工资的时呐，遐工人起来抗议讲，李希福。你要饿死我们吗？哦，我想各位吼，来看到咱这种台湾人来看，那你讲蒋经国，你要害死我们吗？是安尼讲，老实讲，蒋介石不厉害，厉害的是蒋经国。我咧讲台湾春秋，主要就要讲，要让大家知影讲蒋经国的厉害，伊身段真柔软，伊的言语真温和，但是伊的手腕是足。狠毒，人讲足浓毒的，一再骗咱台湾人，吼、哦，
骗到咱大家未记哩，咱家己是虾米人？骗到咱家台湾人唔知影家己是台湾人，然后承认讲咱台湾人嘛是中国人。结果因为咱承认中国人的心，都永远都要去做中国人的奴才，哦。所以李登辉讲，想到过去的台湾，甲即摆的台湾，做一个台湾人，迄、那个台湾人的悲哀，伊甲司马辽太来讲来讲。去有只流亡难民，啊，一直骂，一直批评，哦，伊主要咧讲啥物？伊主要讲二八事件，迄、那个大屠杀。我直接定来讲，二八事件，唔是干咧国民党公布的讲，伊杀死28000人，就是伫迄、那个事件中间，三月七日入一输二八甲家人一直杀杀到高雄屏东。第四兵团入来甲高雄港，一直台台甲北平安尼共款交叉开火，台西迄几工十几工内底，吼、哦、两礼拜一礼拜内底，伊讲这台西28800人，类似安尼。但是伊藤姐啊，伫一本台湾历史内底讲甲足清楚，讲足清楚，迄是伊公布的28600人，但是。头先，咱今日昨下礼拜五，礼拜五晚上，秘书长讲讲，1962年县议会议员接选的时阵，伊讲哈，有户口的，有户口名的，找无人的，有126000个。各位个想看卖，伫迄中间，哦，伫迄中间，伫这个二八事件三月七日因登陆，一直到三月这个十六。17、14、15、16，吼、哦，迄当阵安尼走一礼拜左右，拢总已经有15000-14000人死亡，大家大家安尼惊吓到要害，所以阮细汉的时候，我是毋知，像我这年龄应该知影，阮细汉的时候，吼、哦，拢互人警告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出门袂使你乌白讲话。我那边嘛，听人家讲二八事件故事，但假讲说，这我到处跟你讲会使哦。你出去外口都唔能讲哦，唔能讲红听哦，类似安尼。哦，我那边伫三月七听到枪声，伊就吼，这个坐火车对家人转来，转去个彰化，沿路看到伊讲，开枪砰一声，迄个人就死啊，腹肚肠仔就流出来。拍到头壳，迄、那个脑髓就流出来，就现死伫迄个现场，我大震动，恐怖到这个程度，迄是打牡丹啊！打牡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是世界公认是禁止使用的枪弹，但是号称讲，声声句讲，咱拢中国人，对台湾人讲，咱拢中国人，我只要要来。台湾要占台湾，咱中国人，你台湾回归祖国啊！结果用打牡丹来对付所谓的祖国同胞，咱这个祖国同胞爱甲框起来。实际上，我讲过，讲吼，伫1945年，伊占领台湾的时阵，伊啊，这个麦克阿瑟讲，这610万的人，肯定不是我中国人，你爱甲伊载登日本。麦克阿瑟讲，我无遐济船，人甲载得登。然后伊来了的时候，伫1946年1月12日，就一夜之间，甲所有610万的台湾人规划做中华民国国民，这是违反政治法甲迄个国际法的。所以你来看，李登辉讲二八事件大屠杀，互大家人足惊吓，足惊吓，甲大家拢唔敢讲话，禁口唔敢讲话。咱个一直甲刷了，所以甲讲，这个30年以后的。美利都有大逮捕，风声鹤唳，到处拢互人感觉讲，安尼，哦，你掠这个士兵的，掠这个美利都事件这人，嘛是安尼，零零拢拢，啊，到处拢互人感觉讲足足惊吓。你若像迄个时阵，台湾人是暗夜哭泣，我是唔知别人安怎感觉，我个人可能较觉醒，所以我就常常嘛感觉讲真怨叹。无能为力帮助这人，咱拢无能为力。干来当米都皮底练目屎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李登辉讲讲做一个台湾人的悲哀。但是我要讲，
做一个大人比较不是安尼尔，就头先回过头来讲，就是讲，敢那甲咱骗，骗讲咱拢是，哦，你是咱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然后伊栽培什么？栽培一个你认为骗出咱的感情，和咱台湾人讲，哎、欸，你今仔日你台湾人本土台湾人，你认为做总统啊？你台湾人已经出头天啊，唔通国家反对。然后伫1979年、1979年、1986年。哦，夫妻一个民进党，当要和民进党成立以前，伊就训练一挂透过这个情报局，透过调查局训练一挂教别学生，混入去党外甲民进党。我昨日我讲的中间，吼、哦，因为时间有限，真有限，也是昨我讲的课程内底时间有限，我做一个补充。白宣写一本册，1999年出版，即个变绝版的册。啊！大家拢买无，因为啥？这本册出来了的时阵啊，国民党大量个买收购，互恁大家拢买无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本册即摆真济，哦，那有伫外口咧流传的，拢是旧册，拢是迄个旧书摊那边，吼、哦！全民公理调查局白先这个人真正派，伊可以有调查局的时，伊来比较讲，伊讲你若要做一个公务员，你就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务员。哦，你都要做一个好的官，袂使甲人同款，要贪污腐化。所以根据因老爸话，伊办代志就足认真呢。为了查严大案，严大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股票迄款呢，那呢，或者内线交易案，哦啊、所以查来查去，才知影讲原来是个长官插伫内底，共摕足侪钱的，甲这个严大。这个马家提足侪钱，所以认真咧查的结果啊，当然影响了这个伊的长官的这个声望、声誉，还是讲伊的官位，所以就该踢走，踢去啊苗栗。去啊苗栗时吼，因为伊会当跨地区查案，因继续锲而不舍的认真咧查，结果嘛是这个查到这个长官的这个迄落，怎啊改？如果讲伊提严大的钱，所以叫你。去徛这个严大的案，安尼，家己爱关，爱关到尾也是呐。经过长期的调查，发现讲查无实据，怎啊放掉？伊怎啊生气？怎啊辞职？不干了。我做一心呐，怎啊离开调查局，走去加州。在加州迄阵，徐荣启都开始咧查这个物件。徐荣启，咱的台湾之声一直咧讲台湾的什么教别啦，什么这个系统，一直咧研究这物件，啊个。到尾，伊伫这个台湾之声，一直咧讲这面，讲啥人是叫别啊？伊伫这个所谓演讲讲啥呢？伊讲啊，民进党是一个叫别党，像是叫别党，像是叫别安尼。嘛，一直咧骂，十几年前都一直咧骂这些假中廷吼、哦。我本来嘛无啥了解，吼、哦，无啥了解。啊，我伫做局长的时，已经13年前啊。我的书记甲讲，局长。你唔听看卖，即听看卖，即台湾之声咧讲讲假中廷，你后壁讲，你后壁讲，啊假中廷替，哦，是伫民进党内咧替党人拍拼干呢，那有影是叫别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我阁阿骂我即个司机，讲啊，你后壁听，后壁听，后壁讲，是讲是敢知呢？我唔相信，但是到尾啊，哪来哪，迄、那个代志就哪清楚，哦，哪清楚，哦，所以就是讲。你蒋经国啊，除了利用李登辉骗台湾人感情以外，佮利用伊个调查局、甲情报局训练足侪人混入去咱个台独组织，啊，混入去党外个组织内底个迫害因个行动、迫害因个活动啊。那么怎样讲？我会去哩，柯文哲伫遮演讲个时，伊讲民进党是叫别个党个时，我讲我也就讲。可是你可能讲这话爱负责任哦，因为我负责任，我研究十几单，我负责任，我爱我来跟你请教。陈水扁是不是叫别啊？各位，你的答案是安怎？伊安尼讲？啊，遐就讲，啊，陈水扁就叫别啊，讲伊，你讲这负责任没有？因为伊就对王姓的啦。各位啊，你认为是国民党栽培出来了？你骗人的感情，这平民党当选的总统，伊过去是对王姓的啦。啊，你也怨叹啦，别怨叹，吼、
啊，我讲，啊那安尼林义雄是毋是叫别啊？伊讲嘛免讲啦，就甲你讲，民进党拢叫别啊党安尼啦。吼、哦，所以你要想看卖，咱台湾人这边对制度，嘛是蒋介石提出来，国对制度嘛是蒋介石安排，你对来对去，所有力赢的拢伊个人。咱台湾人要袂觉醒啊！所以我足敬佩各位的，伫网络上看到，还是听到咱东兴别个讲，你著马上觉醒，马上了解，讲安尼我要来参加，我要来上课，我要来了解。足感谢大家有这个智慧，但是咱外口济济咱的同胞，甲即阵要是听这咱的论述，哪像阿哩听雷同款，搞不清楚，搁甲你编。别讲啊！我都提都是中华民国身份证，我是中国人。伊嘛甲你讲个振振有词，讲伊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所以啊，我咧讲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人才作弊，去予中国人骗到五五骗去卖，我倒转来搁替伊算钱，这是咱台湾人啊悲哀。所以咱伫这个所在，所有东西拢彻底。充分了解，弄一个觉醒，知影讲咱是战后的战败者，在太平洋战争中间，咱是战败者。咱来承认这点，咱对这个所在回到原点，检讨咱家己是战争战败战败者时，你才知影原来我就是日本台湾人，日本的台裔，台裔的日本人，哦，台裔的日本人。对这个所在开始思考，清清楚楚地了解咱台湾真正的历史、正确的历史。然后咱也知讲，原来咱的地位是安尼，咱是一个战败者，所以咱是被军事占领者。对方是占领者，也是讲美国是占领者，伊是代理美国占领。但是咱不满就讲，你代理美国占领时，你做我足过分。所以咱来一直。希望讲透过美国的力量，透过咱的法律论述，爱美国，强烈的要求美国，较紧较紧，甲中华民国再立走。所以，咱这个目标真明确，咱希望伫2016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伫这以前。美国出面，甲咱扶持，予咱会当大汉，然后接这个政权。中华民国离开这所在，咱来反对伊，搁有2016年的总统选举。咱的努力，这几年、这两年、2013年、2014年、甲2015年，希望这三年以来，咱达成咱的目标。所以，我伫摩天卡迄天。讲我足大声，我希望没有2016总统选举，只有台湾政府的自治，这就是咱远大的目标、近期的目标。咱民政府的同心，还有这个愿望，还有这个决心，在这两年、上久三年以来，就会当结束这场噩梦，安好无？所以三天两暝的这个演习营啊，时间实在是足短。但是各位爱想看卖，这个、天气讲寒无寒，讲热无热，上好势。阮第二年开始的时候，第一季的时候，6度5度，皮也是足薄的，冷风冷细细安尼吹，规暗拢困袂去。第一暗拢困袂去。我做好我在，我第二暗的时走去这位秘书长住的大一间，都拢无窗啊！哦，我参一个高雄的同心，两个走去迄个所在避起来，哦，这困入去，哦啊，安尼好不容易挨过那三天啊呢，个热天的时哦，无电风，无冷气，咱这位已经有冷气伫遮，哦，会使讲上课的时则袂遐尼辛苦。第二年的暑假的时，阮家己台顶秘书长讲，为了要翕相哦。这天也蛮爱穿的呢，
今天乌衫西装嘛穿的呢，哇！讲了先哦，规身躯拢干啦，哦，规身躯拢干，这拢淡个，迄汗拢透过这个西装衫，拢淡糊糊呢，所以非常辛苦。就是坐到遐听课的人，嘛是汗出如浆啊。但是我讲啊，用这个真寒、佮真热，你着忍耐，佮忍耐。你训练你忍耐的心哦，你着咧增强你的毅力，反对不义的政权的毅力。所以哦，对第一期、佮第二十三期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四十期左右，会使讲大家拢足辛苦的，拢体会讲咱这个精神出来。我相信这是真难得的一个体会。即摆吼已经比以前更加好吼、哦。我相信讲吼，将来啊，他像头先咱唔知啊，咱姚瑞宏姚组长讲啊讲，前人行过路，坎坎坷坷。即摆啊，过去经过这个坎坷的过程啊，坎坷的过程啊，咱已经进入去顺境。在这个顺境中间，大家开始也更加提出这个勇气来，因为吼，咱已经吼真正明白、真正了解，咱后边一个足大大神，就是足强大的美国底下。当然啦、啊，有人讲，咱伫外口咧讲讲先啦，有的人无啥了解，讲，哦，即个中国外强都外强呢，二兔呢，会当甲美国平起平坐呢，平坐呢？各位啊，唔知道注意了无？CNN 有一天的报道说，中国的军力是全世界排24坎的。中国人那么强，1978年、1979年成越战争说输越南啊，他刚才也要哈人而已。最近报纸过来说，哦，万里长城4800公里，有3000个什么什么核子弹头。啊，当然美国的这个研究报告，你讲这爱国定心，吼、哦，密切的，吼、哦，深入的去了解、甲研究，是不是咧吓人的？吼、哦、啊！经过一般的评估，是讲伊的军力无遐尼啊强，吼、哦，无遐尼啊强。我还记得2010年，咱6月29，迄、那个签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这个《一化》的时，一计两工6月30，第七舰队就入来组营。TVBS 报一届尔都唔敢阁报落，因为新闻局可以甲阻止。过来七月七时呐，台中的清泉岗基地都入来3台 F-22，这3台 F-22，哦，F-22啊，飞去中国大陆，改翕相，翕翕的详细些，叫胡锦涛，你看嘛咧。你的少壮军人啊，气压也要甲我拍，我的飞机入去甲你内底，上翕票我都出来，你拢唔知，你变来甲我整，哦，所以我你甲这人讲，我讲，干那这两个哩，迄这两个哩，你要知影讲，伊无够强。2010年的10月底甲12月初，有美韩军事演习，甲美日军事演习，美日军事演习是美韩的4倍大，差不多美韩是16000人嘛，啊，美日是60000外嘛，吼、哦，甚至邀请中国的军人，吼、哦，去这个关嘛，吼、哦，去关岛，吼、哦，去参观因的军事演习。这个美日军事演习啊，对日本海、甲东海、甲菲律宾海，安尼这个范围做一个真大型演习，然后和去交的中国的军人看讲，我有够强无？啊，你够无够？然后，佮请这个伊的，或者总政战部主任吼，啊、哦，用总参谋长啦，总参谋长去美国家做军事访问，问讲安尼，吼、哦，我这边的国防这个设施、佮国防武力，佮你中国来讲，要安怎来看？伊讲算差不多是。中国万里吼，落过你美国超过20吨，记者讲啥？不止20吨，应该是50吨，哦，40吨、50吨。当然，无偌久伊嘛请胡锦涛去美国甲访问，去了解伊的
军容壮盛的情形，叫胡锦涛对伊中国的这枭雄的军人啊，叫伊讲稍安勿躁，你要跟我拍还差得远。你想讲 F 二所上个翕翕的，等下看下先，甲加一句话讲，我伫外太空的镭射，甲你射落，干那你的军事设施破坏，但是无影响到你的人民的性命财产。三分钟，上加三点钟，你这个国家就灭亡啊！啊，你是要干这啥？所以企业呀，就讲咱足可怜的讲，咱无新闻媒体，所以伫台湾的中国人，甲伫中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，拢来甲咱压制，来甲咱欺骗，无予咱真正的熟悉的这个 news information 讯息甲 news 拢完全假，一再咧甲咱骗，骗讲伊外高都外高。秘书长一定有讲啊，讲伊迄个咧航空母舰，即摆是甲法国买着这个挂钩对无？吼、哦，但是伊若要发展甲讲伊的航空母舰，伊的动力有够足，会当甲一级的、一二的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来比的时，要过足够的时间。当然啦、啊，咱袂袂使安尼，咱就放心。所以咱若真着急，就讲咱要较紧解决咱本身的问题。予咱家己振作起来，予咱台湾的人拢有一个了解，对台湾的地位、甲对台湾的未来有一个了解、甲愿望。那安尼先啊，咱才有当增加咱的国力，无那予继续予中华民国伫这个所在甲咱吞打，咱大家拢、大家人拢有爱，精神袂爽快，然后咱的创造力嘛无法度去发挥。那安尼先，咱的国力袂真强，咱就无法度产生强大的武力做这个。就对这个日本，大日本，也是讲对美国做真大的帮忙。所以啊，咱这中间啊，会使讲咱台湾政府的成员呐，一定要认真打拼，大家起劲，继续努力，安好无？我讲到这里所在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请起立，起立。稍等哈，请坐，请坐。你听我讲哈，因为这是我的错了哈。上个礼拜。